生这一年经历了什么？我的事，你不用告诉他。我不能告诉你，我答应过老板的。你了解我的个性，我最讨厌不清不楚。他突然消失，又突然出现。无论他经历过什么，我都愿意陪着他。可现在连个解释都没有，当这一切都没发生，我做不到。雨辰，你忘了吗？我们在 M 国的时候，经历了那么多困难，这一次，让我帮你好吗？别推开我。又换医生了，这次啊换了个女医生，中国人，昨天晚上就来了，守了他一宿。声音大，别被发现。